危机。蒙恬第一个不信，可亲眼看到圣旨，却也不得不信。在那个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子不可不亡的年代，扶苏只想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父皇，儿臣有幸生在帝王之家，可是臣儿不明白我究竟做错了什么。不甘心的蒙恬还是感觉有问题。秦始皇虽然没有立太子，却将30万大军交予蒙恬手中，还特意点扶苏为监军，这已经是莫大的信任，如今突然让二人自裁，肯定有问题。就算是死，蒙恬也想死个明白，可扶苏却是早已经不想活了。父要子亡，子不可不亡。历史上对扶苏的评价褒贬不一，有人说他太过愚孝，可我更相信他是不想秦国再起纷争，否则他率领30万大军回咸阳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或许扶苏还是希望无论是谁继位，能让帝国安定才是最重要的，然而他却万万没想到胡亥直接把秦国完没了。